我们的故事是从儿子和儿子开始的。写的联系人是儿子，你骂谁呢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你欠揍呢是不是？再说我揍你啊！怎么说话呢？你我又没有儿子，儿子是你吗？你是我儿子吧？儿子，我给你们买了奶茶。我是你上哪儿你是不是欠揍啊？你上儿子吗？大哥，欠没？把东西放下。哎呦，您就是儿子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听说你是这里最厉害的神枪手，我儿子想要那个娃娃，帮帮忙吧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大叔，我们订单上没有喊爸爸这条啊。我加钱行吗？不是啊，走，跟我走。任务很简单，我呢是想让你假扮我的私生子，在我家住一段时间，等我儿子进了省队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你放心，我儿子性格很好的，你们肯定会合得来。不是大叔，我要是当弟弟的话得另外收费啊。哎，我说你现在是我儿子好吧，不要老提钱，那提钱多伤感情啊。大叔，没钱没感情，我现在连话费都充不起。好，你放心，钱不会少你的，要多少你说话。好的，大叔。大叔真给力。儿子，前两天我跟你说的那个弟弟找到了啊，现在我带他过去见你。少宇，你爸来了。大叔，你儿子叫少宇啊？啊？那你知不知道我叫什么？哦，对，我都忘问了。儿子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少宇良。啊？是不是很巧？不会吧？啊？咱们命中注定就是一家人呐！啊？大叔，你是不是还有很多秘密没告诉我？我还有几个妈妈。原来你叫邵雨啊。你怎么能说动手就动手？那可是你弟弟，看什么看？不服气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以后把所有的精力都给我放在训练上，少给我整事儿。再整事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走走啊你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不行了，我要疼死了，我要去医院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哥呀现在一时还不太适应你这个新弟弟，不过这事儿也怪我和他没沟通好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保证从今以后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，以后你们好好相处，听见没？
大叔，那我这一拳白打了。你刚才喊我儿子，这事儿怎么算？我那是喊吗？我那是念，念跟喊不一样，知道吗？文盲。废话，真的。哎，我弟弟怎么说话？以后可就是异乡人。就是。哎，这孩子现在一时还接受不了。那我也不能接受啊。这个能接受。喂，哎，哦哦，我以后不送了。喂，喂，你信号不好吗？听不见吗？我说我以后不送外卖了。声音能不能小点？我说了，我以后不送外卖了。刚才说过了，你没听见吗？你别给我打电话了，行吧？啊，你给我出去！我知道了，滚！好嘞，哥。你以后就住在这里，和你哥哥好好相处。后面的事情，我就全靠你了。后面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你放心，这件事对你也有好处。大叔，要不您先把定金付了呗？哇，这么大的房子，这能装下几座大象了吧？哇，这么多奖杯啊，都是你的吗？邵逸优在2019年射击竞赛第4区竞赛大会第2项目获得第一名。别动，哥，你怎么这么凶啊？我们是一家人啊，我住哪间屋啊？哎，哥，我住哪间房啊？拽什么拽？凭什么把我查走啊？凭我看不惯。哥哥，这就是你不对了吧？咱们俩聊聊吧。我是你弟弟对吧？这屋也是我住对吧？你一声不吭的就拔了我插头，这是不是你不对啊？还有，爸也说了，让我们俩好好相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这眼神这么凶，这是不是也是你不对了？再说，爸的性格我是了解的。他要是知道，一口一个爸的，他什么时候找到你的？一个月以前。才认识一个月，你就敢说了解他？那肯定没有哥你了解啊！哎，别动，
他吵到我了。你没完了是吧？你信不信我今天？是啊。少游，我看你今天手枪打得不错，敢不敢和我正面较量一下，看看我俩谁比较快？在这儿比，这算我半个家。害怕了？还不知道谁怕谁呢。从哪儿进？跟我走。你怎么知道钥匙藏在哪？这是小爷的主场。你这是偷。废话，打不打？一人十发。怎么怕了？你们在干嘛呢？快跑！干嘛？站住！干嘛？站住！老板，刚刚有两个年轻人从这里跑过去，你看到了吗？没看见。不是刚从你身边跑过去吗？你看到吗？那就应该往这边走了吧。不是这边，我看到往这边。那就是往这边咯。那你去看电视吧。今天真倒霉。干嘛呀？你是不是想练了？练什么呀？手枪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说什么呢，这还用练吗？我一直是这里的神枪手。走吧。他什么时候开始练习射击的？怎么样？他挺有天分的吧？以前我们出去参加比赛，教练都会安排双保险。所以他是你的双保险。是你的。马上到了省队选拔赛了，你给我好好准备。这次别再让我失望。这个桌子真是太爽了，等我下次带您来啊，体验体验一下有钱人的生活。一亮啊，那个陈文洲你他到底想干啥子？管他找我干嘛，反正我当他几天儿子，他付我钱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我觉得他没安好心哦。您就放心吧。你怎么今天没有去医院啊？我的事你就少操心了。你到底去没去啊？去了去了，放心吧。那你要记得按时吃药。晓得了。你放心好了哈，这点小病吓不到你秦叔的。秦叔，我先挂了，我外卖到了，我要去拿。哎，又吃外卖啊？他们有钱人都吃外卖啊。哎呀，你就别管了，我跟他们吃不到一块儿去。我去拿了。
你这几天一直吃外卖啊？你在关心我啊？一天三顿，按时吃。看来还是亲兄弟啊，你真的是在关心我。爱吃不吃。只是平时小爷我比较自在，吃药这件事儿我记不住。你得提醒我。哎哎哎！我现在是个病人，你这就走了？我要是饿了再吃一口，我要是死了怎么办？哎哎哎！明天我给你做饭吃。这就对了嘛，谁让你是我哥呢？我是怕你死在我这儿。放心吧，我不会白吃你的。哥，没想到你还折过竹子。你起来，别碍事。我说了不会白吃你的。你见过谁煮汤带围裙的吗？那是以前没人给你寄，从今往后我给你寄围裙。来，马上就好，快快快！哥，没想到你腰够细的。不是，我乞丐。哥，马上就好，你忍一忍，马上就好。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你俩相处挺融洽的嘛，看来这事儿我真办对了。什么事儿？啊？训练啊？对，明天就去训练场，和你哥哥一起。小优，你得好好教教他。睡觉了。邵一良，把碗洗了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大叔。剧情可没说有这项服务啊。你闲着也是闲着，我看你挺有天分的，一块去玩嘛。加钱吗？你就长了一张嘴，用得着这么多刷牙的吗？早晚的牙刷要分开，这样细菌才不容易滋生。哎哥，明天咱们就是队友了。不过你们队那几个的水平，我之前见过，真不太行。我要是过去打击到他们，你可得替我撑腰啊。口气倒不行。真不是小爷我自大，就你们队那几个一起上，也不够我打。4.5毫米气肉枪一道火是多少？什么火？你再说一遍。不要拿你的兴趣爱好去挑战别人的职业。我还有，你的牙刷不要跟我的放在一起。我另外，刷牙要刷够5分钟。切，管得倒挺宽的。邵一佑，看我明天不打服你们！哎，干嘛呢？集合。怎么来我们队了？啊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成员。又见面了，以前跟各位有些误会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对了，大家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吧？我来介绍一下。我叫邵一良，大家没有猜错，我就是咱们队长的弟弟。
哥他有些害羞，但是我很好相处的。好了，开始今天的训练了。我们现在是我们在这队友吗？你看我哥这人就是这么害羞。下周一的联谊赛，我们最大的对手是辉耀体校射击队，这次还会有省队教练现场观战，重要性不用我强调了吧？我读一下参赛人员名单：邵以优、吴墨、赵思强、张鑫、陈凯，还有邵以良。教练，凭什么不是我？这次的名额只有六个。他才来两天，他都能去？我怎么就不能了呢？徐源，你是老队员，让给新人一次机会。邵以良，这次主要体验一下比赛气氛。好了，就这么定了，开始训练。哥，我们这次能强强联手了，激动吗？队长，这件事情你得给我做主啊！他邵以良什么都不会，凭什么选他？对啊，这是丢了我们训练中心的脸啊！是教练的意思，有什么问题我跟他说。行了，训练去吧。队长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不是在骗他你弟弟吧？徐源，我不会骗他任何人的。哟，都在。哥，教练让我选个柜子，我想在你旁边。呀，这柜子这么精致啊！徐宇，是个女孩吗？哦，你就是徐宇。队长，我想跟他比一场，你敢吗？输了别哭啊，谁输谁退出。我说老邵，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你怎么非要我把邵以良带去比赛？我小儿子很有天赋的，你放心好了。你以前可不这么武断啊。怎么不相信我了？你呀，还是老样子。你是不是还有别的目的？教练，你这弟弟真不行啊，两枪都脱靶了，太野趣了。还比吗？我还有一枪，为什么不比？我必须比，怕你不成。蒙的还挺准啊，不过总比分还是我赢了。谁让你们私自比赛的？名单是我决定，不是你们决定。私自比赛，所有人出去。
操场三圈。你别得失心太重，那天的游乐场里我都见过了，虽然枪不一样，但我知道那不是你真实水平。谁的水平？行了，我帮你补课。补什么？联营赛不能拖后腿。这是气手枪，吹什么吹？我跟你说啊，以前我就发现了，这手枪连个声响都没有，还不如游乐园的好玩。我给你讲一下比赛规则吧。十米气手枪规则，分为资格赛和决赛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运动员同时发射，有15分钟准备和试射时间。在试射结束以后，在规定的75分钟内，每人打60发，以环值最高的排名，以此类推，前八名进入决赛。第二个阶段，每人打24发，最后8发开始淘汰，直至冠军产生。看到上面数字了吗？哇，10.9分，这个我知道，这是最高分。那我之前打拖把的是不是就是0分啊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我问的太白痴了？也对啊，在专业的赛场上。怎么可能会有人打出拖把的成绩呢？你打一枪，我看看。怎么样，是这样的姿势和感觉吗？射手采取了一支单臂持枪，无依托射击。目视前方，集中精力。往下一点，你这样重心容易不稳。迈步怎么那么快？第一次打，有点紧张吗？这是气手枪，又没子弹，紧张什么？来，往下一点。哦，记住这个姿势，就当比赛的时候在你身边。有人了。没有位置了。哎，队长坐这儿吧，这枪都标着号呢，每人1把，你别想乱用。那我用谁的呀？你自己去向教练申请啊。反正我们的枪，哪个你都别想动。行吧。你们牛什么？小叶还不稀罕了呢。教练什么时候说过，枪每人1把，不可以乱用的？徐渊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这样胡来排挤新队员，就等着换队吧。耶，这是小杀手啊，在这边待着咋样？被人欺负了？没有啊，秦叔，我这么好的脾气，谁会欺负我呀？再说了，就算被人欺负了，我也不会放在心上的。谁叫咱拿钱替人办事呢？
你娃娃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青叔，药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那你一定按时记得吃药，知道吧？你不要为我操心了，还是管一管呀，你自己。少吃点外卖不卫生。要得，你别操心了，我好着呢。咋个耍的？拿点给我。 怎么这么晚回来？家里还有门禁的规矩啊？这些是给你的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你竟然还送我礼物！你也别太难过，体校就是这样，老队员通常会欺负新人，过一阵就好了。 小时候我也都经历过，既然回来了，咱俩睡吧。哎，我看你是误会了吧？喏，你们车来了吗？估计一会儿到吧。你怎么了？哎，我昨天去打听了一下，这次比赛啊，辉耀那个陈木又来了。 他不是去年就晋升队了吗？他怎么还在辉耀体校啊？他之前啊，因为打架被省队给踢出来了。这种人，活该。吴妈，这回我不能去，你千万把那个陈木给盯紧了，别让他又是什么花招。队长他，放心吧，我知道。说起来也真气，你说教练怎么这么偏心啊？凭什么那个邵以良可以去啊？ 或许这也是件好事情吧。哎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？哎，你仔细想一想，邵以良是第一次参加比赛，好好打击打击他，下次他就没有信心参加比赛了。没想到你想的这么深啊！咱们之后不是还有团队赛吗？我也是为了咱们的集体荣誉嘛。加油！加油！好好比。 加油啊！好好比，别紧张，没事的啊。喂，加油啊！喂，加油啊！喂啊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，你站在这儿，我怎么上去啊？队长加油，等你回来。 怎么了？你送我的那个电动牙刷还有漱口水，什么牌子的？上面有写，你自己看。挺好用的。有钱人就是会享受生活。那电动牙刷可比手动牙刷好用多了。口腔内每几个小时都会滋生大量细菌，那个漱口水可以抑制细菌增生，我一直在用，挺好用的，口碑也不错。给我用用呗。 你们等会儿入住的是五星级酒店，大家都做好心理准备。你们打枪的都这么有钱，还住五星级酒店？劝你别抱太大希望。啊？还真是五星级酒店啊？没错吧？五星级。 这烟还可以吧？还可以。哎，杜强，你不是邵以优吗？可不是吧。
邵以优还有脸来呢。邵以优是不是那个打靶打到别人靶子上那个傻子？嗯，打到别人靶上。哎，那打了几分啊？你自己去问问他呗。我听说他爸还是那个什么亚运冠军，嚯，那天比完赛回家给他一顿揍啊！要不是说他是个蠢货呢。那新人啊，真的傻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吗？那扯，而且脑子呀还有点问题。你们说谁呢？你谁呀？你爷爷。哟，口气倒不小啊。要不咱俩聊聊？干什么呢？等着瞧啊。在对岸，这一瞬间。